枪声一响，选手蜂拥而出。第一届中国银行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半马拉松星期日朝早开跑。今次半马拉松分三组出发，不少选手在起步之前都在路边做热身。有跑手专程由内地来到香港参加比赛，未上场已经觉得心情激动。想看过来看一下发哥，哎，昨天晚上都睡不着，感觉很壮观，还没进去就感觉心情很激动了。不过今次半马似乎不够流动厕所，有男选手人有三急，唯有就地解决，亦都有选手为了去厕所搞到迟到。我点解咁迟嚟咧？就系由于个厕所啦，就排咗成15至20分钟。系啊，其实佢可以做得好少少，即系知道咁，我哋分开几条路可能会好啲。今次半马至少有8000多人参与，包括20名海外特邀参赛者。跑手会沿港珠澳大桥去到粤港分界线，之后再翻嚟起点。